我们今天在这里展现救屋力救屋台，就是我们市政府推出的一种把救屋展现新活力的一个计划。我们不但补助300,000的装修费用，而且我们还补助每个月5,000元的租金。我们是希望说，咱社会来把这个旧的厝卖个破坏掉，会当来整修成以前的这个风味、这个风貌，咱叫做租老皮的掉。那让这些老屋可以再利用。除了就是要恢复它原来的精神样貌，还有用旧建材、老工法以外。我在这里要呈现的，虽然我是法国人，我不是要呈现小巴黎，好，我也不是要呈现南法普罗旺斯，我要在这里呈现古朱罗，这应该是嘉义的老房子，应该要有它的精神。好，那你们可以看得到上下推的窗，好，这个是透不从窗框里面，好，因为窗户早就都倒塌了。门口这两户这个上下推的窗是他由窗框看到民国20年的那个时候的卡榫去想象，然后在 Google 做功课哈，然后自己想象做成的手推窗。哎，他们没关系，是放在这边没关系，是整张睡的，睡的。创意哦，做一万要make a circle，我这啊，那个是 possible。